欢迎大家参加我们陆氏集团的品酒会，你们面前摆放的就是我们本年度推出的新酒，欢迎大家品鉴。真难喝，这明明品味醇厚，芳香四溢，你这是嫉妒陆总家的酒庄更受大家欢迎。 才恶意诋毁吧？酒好不好喝要尝了才知道。而我们的陆总却从未见他喝过酒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那是因为，确实好像没见过陆总喝酒。是啊，这是他家自己还是做酒的呀？你说这……对啊，这是什么酒？那是因为他起始酒精过敏。开什么玩笑？ 不是我说你喝，我没说。陆总，您不会连自己家的酒都没喝过吧？陆总，要不您把这杯酒喝了，告诉大家您家的酒到底好喝不好喝？陆总不会真的没法喝酒吧？这可是个重大新闻啊！这说不好。全球最大酒庄的少东家竟然酒精过敏，这明天。 可是能上头条的，口感之纯香，好酒。有你什么事儿啊？走开！怎么关我事儿？我可是陆总在酒店的专职管家，在陆家呢。 这上等的美酒才能配得上我们陆总去品鉴。说你这酒不好玩，只不过这些酒还配不上我们陆总。嗯，雪雪，你要干嘛？怎么样？只要你碰了。好吧，既然陆总不稀罕喝，那就请他的管家带大家品品。这么好。 别闹了，请吧。好，那我就代替大家来尝尝。